你开始哦。嗯。今天的景很不一样嘛，刚刚觉得很像在帆布场，后退一点。今天我们一开场就是以今天的主题是 CP 特辑啊？什么 CP 就是 couple， 其实就是姐妹双人啊。嗯，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的穿搭的照片很可爱，就是也是感觉就是很像姐妹，就是不是也不是感觉很像，就是拍一起拍的感觉。嗨，今天直播加分享送的礼物就是身上这一件，没错，真假？真的，几名？两名，两位，很好哎。只要留言将分享。加分享就可以，对，就可以，不论性别，对。嗨今天我们等下也会邀请到小织女代表人物也会来为我们示范穿搭。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就是要找双模啊？双模是吗？因为想说上礼拜我们不是都是以双模去主打，我觉得应该是说不同身高穿起来的感觉吧，所以想说直播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穿起来的样子。喜欢 Peggy 身上的蓝色，刚可云还说我很少穿，好像没有穿过这个蓝色，对，蛮可爱的。但其实我是喜欢蓝色，我自己也喜欢这蓝色。因为你好像很少穿可爱感的，可爱的颜色，你都是比较微圈球。我今天还搭配了这个发夹。哎，你刚刚不是说你要搭发夹吗？他还想说，有啊，他有个黑色的，就是防止头发掉落。好，那我们要直接开始。好啊。哎呀，也不是，没事。那先给大家看我们穿起来的身高的感觉。嗯。但是我因为我现在有穿高跟鞋。像是不高跟鞋，你讲到很高，对，量高就是有一点跟的鞋，有跟的啊。对，然后阿甘是165，没错，对，我是158，其实再加个差不多3公分，对，其实好像差不多，看起来是差不多。哎、欸，阿甘穿的长度在哪里啊？小腿肚。小腿。小腿。嗯，我就会到小腿肚。然后我们里面都有加 T 恤，因为我刚我们穿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大件，嗯，就是他可能原本就是要做的是一定要是外搭，所以我跟阿甘现在都有穿 T 恤，如果是单穿其实也是可以，因为他这边其实蛮高，就是可以盖到胸部，嗯，只是说像我上身比较瘦，他这边就会看起来稍微松一点点，哦，对，他是松在后面，对，然后如果会害羞的要单穿的话，对，可以搭个平口小。搭平口小可爱，像我小杂志其实是单穿，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害羞，我还是加了外套，所以就是可以搭外套，或者是如果你们真的想单穿，我觉得好像可以自己改一下那个肩带，因为它这个是没办法调整，所以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调整，对，大家可以自己调自己改，嗯，然后也是有它是有口袋，嗯，两个都有口袋，很可爱哦，下面是做有点宽松300的感觉。很舒服哎、欸，夏天穿的。你要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很凉。它的后面是做松紧，就是它是其实就是一个造型。然后如果比较，其实平常穿 M 号的话，我觉得可以买 S 号就好了。嗯，因为它这边就是松紧的。是吧？没有没有。好，然后好像也没什么。里面搭的上衣是。这次新品的猫咪，只是因为我觉得颜色很搭，所以我就刚好搭着蓝色，就有一条线。对，那因为猫咪在这里，猫咪在这边，猫咪在底下。哎、欸，你看你这样子就没有办法露出来，真的要扎进去。对，就是要扎进去。有猫咪探头。嗯，好，没了。我觉得会很尴尬，很干。没有啊，因为这个就没有。阿甘里面搭的那件你要介绍一下吗？我搭里面这件偷偷给大家看一下，哎、啊欸，是秘密。对，是明天的秘密哦。
穿这样好像秘密，我们今天好像什么不会穿，但是晚一点，上对，晚一点七点半可以讲吗？应该是可以讲，不是要宣传吗？对吧？是可以讲吧？可以讲，可以、啊。晚上七点半那个小杨会在 FB 直播，对，嗯，就是会直播他明天的系列的商品，没错，可以期待一下。嗯，好，那。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谁要先去？你们谁要先去换哦？等一下，都可以啊，太好了。好，然后像我跟 Peggy 啊，我们俩刚好搭不一样的感觉。我是搭布鞋，比较休闲一点点的。然后像 Peggy 是搭凉鞋，其实也都 OK， 就是对啊，不会说好像洋装一定要搭什么样的鞋子才可以穿。嗯，好，那我们换下一位。那你先去换好了。那我在这边。喜欢蓝色，因为这个刚好是配淡蓝色加蓝色格子，就是还蛮适合。今天我们不会曝光，今天就是直接大家直接锁定，等一下再直接就是锁定看那个小杨的直播，会在官方的 FB 七点半。蓝色很特别。好，那我们换。你在干嘛啊？你们？嗨。哦，好好好。我先穿两件袜子。嗨。我今天穿的是里面是短版的那个点点，就是上衣。上礼拜你跟 Molly 一起穿的，对不对？穿的。然后我上礼拜是穿黑色吧？对。然后因为我今天是想要配黄色裙子，所以我就选了白色。然后这一件其实是算短版的，你要帮我看，因为我看不到字。就是它穿起来是在腰上，就是肚脐上很，就是它的长度算蛮短的吧？对。然后你穿的裙子是比较高的。对，然后这个裙子啊，就是它有两种穿法，一种是直接这样穿的，它就会变很高腰，就是这边会变很大一截。Oh. 然后如果不喜欢那么高腰的人，就可以把它反折一半，因为它后面是松紧的嘛，后面是绑结，就是你要把它穿上去，还是你把它脱掉啊？很重。后面是这边是一个蝴蝶结，它是绑，可以自己绑的，自己就可以绑到。然后是故意做，就是有点抓，就是这是算抓算抓重，我把它拆开来。所以如果衣服扎进去是后面会很有造型感。对，就是如果你自己喜欢穿很高腰的，你就可以让它整个是没有反折的状态，然后这边就是直接打结，就会比较大。它是不是也可以绑到前面呢？绑到前面不行，绑到前面我要试一下，因为我没有试过。这样子。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太高腰了，你就是把它反折下来。这样很像后面有长尾巴。很可爱，那绑前面你试试看，绑前面，可是绑前面这边好像就行不行，哦，不能绑前面，所以它只能绑在后面，只能绑在后面，嗯，对，这样，哎，你刚才把它反折，你把前面反折一折，哎，对啊，点点搭黄色的好可爱哦，这个高度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感觉，对，长度，对，然后侧边有口袋，但是如果在高那个腰结地方再高一点，其实也是蛮好看，蛮特别的。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个牛仔外套，就是好像有人在问这一件跟这礼拜上架的那一件差在哪里，对，就是这边，就是上，第一次上架这件是比较短版的，然后下摆也是抽虚的，嗯，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率性的感觉的，就可以选这个，然后它是比较短，就是穿，还是我帮你穿这件，好啊，就是。这礼拜上架，对，这是这礼拜上架。好，我来穿这件。这一件好像只有一个 size 吧？对，可以穿的这个。然后这一件是有三个 size 的，然后它胸前的口袋也不一样，就是一个是比较小的，可以穿的这个是比较大的。它的颜色比较浅，对。这样看得出来吗？这样应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配衣那件比较浅，但是实际好像没有差那么，实际不会差，荧幕差那么多。对，嗯。然后配色，那车线的配色也不一样。嗯，像这个配色就是芥黄色，
就是比较亮比较亮一点的配色。然后这个下摆它也是有做一个这个简介，就看起来比较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这几个月都是牛仔外套周的感觉，对，就是会有各式各样，你一定可以买到适合你的牛仔外套。就是如果比较喜欢再宽松一点点的，就可以选这一件，这样，然后背面穿起来。所以这件比你身上那件还要宽松。对，因为它只有一个 size。哦。然后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合一点点的，你就可以选小一点。但是你如果喜欢这个，但是想要宽一点，就可以选 M 跟 L。哦，而且我发现它这边有做这个。这边。哎呦，怎么办？我最近，我跟你讲，我最近的中文变很奇怪，都是因为雅雅，因为雅雅讲中文是不是太长了？对对对，他每次说很冷，对对对，很太长，太长跟雅雅讲话，我真的就会变台南腔。对啊，我觉得这件是比较多设计的东西，就是它有侧边有这个扣子，然后它胸前又有大扣子。这个应该只是装饰吧，因为如果往后扣好像看不出什么。就是哎，就是欸，你小姐，你衣服没穿好。那好像只能偷玩。小贼。哪有啊？有吗？雅穿什么尺寸？我穿哪一件？这个吗？你身上这个我现在穿的是 S 号的，而且 S 号其实蛮合的。有做蓬蓬袖啊？对，这个是蓬蓬袖。这个这里袖，我们都没有发现，它就是对啊，对，就是会跳。看一下。刚好像有人问哪一件比较重，应该差不多吧，好像两件差不多重，不然你们都脱掉比比看。材质其实差不多，就一样厚度，是只是说这礼拜也比较浅一点，然后它的是胸前那个口袋设计也不一样，跟下摆也不一样，然后也落就是超长胸，等于说这礼拜有比较多设计啊，对，设计比较忙的一件，对，比较忙。好，雅雅穿什么尺寸外套？ S， 然后这是 free size， 又只有一个 size， 这个只有一个 size， 比较浅一点点。好，你好像可以搭，你要搭吗？蛮舒服，可以披着，披着，蛮舒服，蛮舒服，好啦，你拿你的搭配啊，小的那个，那我去换下一套。很欢迎满舒克，大家有看中午是什么穿吗？满舒克穿搭，然后就是其实也可以牛仔配牛仔，蛮可爱的，不一样的感觉，带一点复古的，就是1990的感觉。怎么办？好尴尬啊！为什么？谁救救我啊！希望那个直播人数不要减少。我在换配件，配件奇怪救我。牛仔外套的连结，请客服帮我们贴给大家。然后，阿甘这件牛仔裤应该是上之前上的吧，上次 PS 系列的，就是，腰头是做不对称的那一款。对，大家要叫你不要害怕。啊，我根本前面一片模糊，不要害怕。完蛋，实在太尴尬了。然后刚刚他刚刚雅雅跟 Peggy 穿的是这个牛仔外套，他们都属于比较小只的。那我觉得阿甘穿这件其实也可以。对啊，对啊。然后像他袖长有做比较长，因为我个比较高，所以手长又比较长一点。然后像比较高，然后想要穿短版的女生就可以尝试看这一款，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觉得好像你是穿另外一件比较短，这件好像没那么短，是不是？我165，穿起来大概是在腰的位置，然后后面屁股可以盖到一点点。对，这件165穿比较长。哇，这个还蛮，而且这颜色也很漂亮，而且它是蓬蓬袖。嗯。怎么？我根本没看到前面。不会啦，你就问大家，这个就是你的。我看到有人说我很可爱，谢谢。满舒克，满舒克穿搭，我去帮你拿另外一件让你穿，因为刚刚好像有人想要看。完了，现在都没有人了，我好害怕。我跟你讲，想看我穿另外一个，可请阿甘好。
有助理帮我拿，有助理，助理啊，好热哦。上礼拜的吗？对，上礼拜。请问牛仔裤跟外套颜色相近吗？我觉得蛮近的，就我觉得这可以当一套的感觉。你刚刚有看到吗？这样。而且我觉得配那个1990，是1990吧？对，1990很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很可爱。有一种复古杂志街拍，对，很可爱。还自己加街拍，我觉得大家都叫你加油，我觉得很好笑。哦、对对对，看阿甘加油。啊，该不会有我朋友吧？好好笑哦！上衣推荐哪一个颜色？上衣啊，看一下，宝蓝。我喜欢宝蓝。我个人是喜欢红色，我觉得红色有很热情的感觉。然后，所以你刚刚有我做的红色跟蓝色还有黑色，然后这三个我都给它一个不同的意义。哇，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红色我觉得是很热情，就代表九零年代的人都是很活泼、很热情的，有一个热情的心。好认真哦，我。对啊，你干嘛？你好想要那个1.5倍速哦。然后，所以你有讲说你为什么要写1990吗？有吗？讲出来不好意思，不能说年纪这样，不能说讲了会透露年纪。然后什么？然后那你讲黑色是什么感觉？黑色是智慧哦，为何？黑色带有一点点神秘的，黑色是智慧，然后又很有智慧，需要智慧的就是买黑色这件。然后客人想说蓝色是勇气的感觉，哦，蓝色是勇气，勇气吧，厉害吧？蓝色不是忧郁哦，蓝色是勇气，就穿着哇，我好有勇气哦。我那你刚刚穿蓝色，我要穿蓝色的时候勇气直播。实在是太尴尬了，我讲到，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穿那个这一件的。好，我穿短的。好，我穿短的。因为我现在我最近其实很喜欢牛仔搭牛仔，就是我刚才拍完一个穿搭也是牛仔搭牛仔。其实我觉得这件，我怎么穿的衣衫不整？这件就比刚刚短很多，就是后面屁股是整个都会露出来，整个露出来。对啊。然后前面这边也蛮露蛮多，因为我个人不喜欢穿到太短的。嗯，这两款，哎，这是 free size 吗？刚刚那件，然后这件是 S 号的，然后它袖长的话大概就是在手腕的地方。嗯，所以你会喜欢，你比较喜欢宽松感的。对，如果我要穿这，我可能会拿 M 或甚至是 L 号，就是再大一点的。嗯。就建议如果高个的女生，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么短，你就想要配这么短的话，你就穿 S 号就好了。因为短的话好像看起来会比较高挑啊。嗯。上面还有什么？今年流行外套不算短。那这两款你会选哪一款？我喜欢刚刚那个。刚刚那个比较稍微宽松一点点，也长度也稍微比较长。嗯。刚刚那一款它没有那么多，因为不收边的话，下摆它会稍微薄一点点。我会喜欢下面有坐边的哦，这个。但是有抽虚的牛仔裤，不对，有抽虚的牛仔外套其实是算少啊。嗯，因为通常都是牛仔裤比较会在抽虚。嗯，有人说很耐看，两种都蛮喜欢的。本人很耐看。他是说牛仔外套啊。喜欢短版的设计，对啊，我也蛮喜欢。可是有时候就会还是很想宽松版。还有什么已分享？好。那换我，好，我离开。好，你去换下一套。现在穿这个红色的大洋装，你直接换一个 style， 我感觉。但是因为这件我腰围穿其实是会有一点松，就是它这其实是做有一点小露肚子的设计，然后。一定里面要内搭，一定要内搭小可爱，或是细肩带的背心啊，或是细肩带小可爱，好像都可以。因为它这个是做真的是蛮低的，就是里面要内搭，像这样。那腰围的话，我穿是就是还蛮松的，可以大概可以再扣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可以再扣这样，再抓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碎花的红色我自己蛮喜欢的，所以想说还是穿一下给大家看。因为官网的 model 比较瘦，
然后我是凡人的身材，凡人，所以穿起来会比较顺。有人说穿起来气色很好，也意外的很好看。对啊，哎，我刚刚领子没有翻好。哦，所以它是一套的。对，它这边是粘在一起的，它这边是粘在一起，就是没有办法分开。然后腰围的话，它后面有做那个松紧带。松紧带，对，它前面是没有做松紧带的。裙长的话，大概就是在如果有剪腰围的话，大概就在这边，就是会露出半个膝盖以上。看一下，喝喜酒会穿这么红，不过是气色真的是蛮好的，就很蛮显白的。然后约会款，红色洋装，自己没有办法驾驭吧，只是可能出去玩的时候才会穿吧。平常你跟你老公约会也可以穿这件，就是可以穿去，真的是吃比较。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的晚餐，正式的。哎，我的刘海是分叉。长辈最爱，因为长辈都很喜欢红色啊。你说什么？你要穿上？有人说上课搭配、欸，哦，没有，他是应该说牛仔外套。我想说，我说上课穿，上课穿这个可能会被老师叫起来、哦，叫去第一排吧。回答问题一定都挑那个红色衣服，真的。对，那个红色衣服的。秋天前买一波，海岛国家。对，我觉得其实好像蛮适合度假。然后它这边都是有拼荷叶边，在这边下面也是，它是做有点这样子。这件真的穿起来意外的，就是还蛮亮眼的。它下摆是有做鱼尾裙，然后有露一点小肚子。就是看你敢不敢穿，如果 你不想要露小肚子的话，你就里面再搭小可爱，就是里面会有白色的，就是就还好。好，而且它看起来很像分开的，就是有点做假两件事的感觉。对啊，假两件。好 ，OK， 那我去换下一套。好，下 next one， 自备音效。啊、你也是假两件，是不是？没有，这是真两件。真两，它是真两件，就是、它是分开的。对啊，分开的。这礼拜的吗？对，这礼拜是不知道。对啊，而且还有卡其色跟蓝色，还有绿色，这是隐藏版吧？对，这个。而且我觉得买这一套，就是如果你自己想要分开穿也可以，因为这个其实蛮好搭的、欸，就是看一下，它上衣是前面这边是纽结设计的，然后也是短版的，因为我裙子它是这边是松紧带，所以会往上跑，就是会刚好穿在腰。最细的地方，然后就只会露出一点点肚子。然后如果你穿这个，你想要穿休闲一点点的，你自己也可以搭布鞋这样。然后这边有开叉，这里。然后我153穿起来是在小腿肚下，因为这样是小腿肚下，对，就是小腿肚的位置。然后它还有开叉，我觉得就是侧边这样看起来腿很长。对。而且它下摆是做伞状的，不是做 A 字的，所以就是走路的时候是会飘。然后腰围这边是松紧带，所以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点。看一下，然后怎么看？这样。然后如果你因为我自己是喜欢穿基本的颜色，如果你自己穿黑色，你觉得太重了，你就可以再加外套或者是加格子衬衫之类的。想看其他颜色，我去拿好了。其他颜色，它还有绿色跟蓝色，放在那个，放在前面吧。这样，就是如果比较矮的人，好像也不用害怕，因为它穿起来不会真的很长。然后你可以自己分开穿搭，就是裙子可以搭其他的上衣。然后喜欢的，那当然就。哎，现在是我们两个尴尬之人，怎么办？然后我现在突然来介绍我身上这件裤子，抱歉抱歉，太少直播了，抱歉。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尴尬，
这位有一位有位唐小姐一直在打广告哦，被我发现了。他说牛仔外套有几个颜色？我这一件吗？帮我了我。这个只有一个颜色，但是它有三个 size， 然后另外一件也是只有一个颜色，然后是 one size。就是、我先离开。这个还有绿色。哎，刚有人讲到一个重点呢、欸。刚有人讲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就是我其实也觉得雅雅超像金微笑了。金秘书。金微笑。对啊，金微笑啊，他不叫金微笑吗？对。你可以搭这个。对。我。好。他两个，他说搭这个。我刚意外了。这是同样的材质吗？对啊，对，我要介绍这一件的材质很舒服。超舒服。它是比较薄的，但是它其实不太会，不应该是不会透吧？这样不会吧？应该不会透。你把手伸进去，很怕的。不会啊，不会透。嗯。然后它的表面是有一点点滑滑的，所以穿起来蛮舒服的。蛮、舒服的。这个是 MIT 的布料，原本是这个。对，它原本是套这样。这样。嗯。就是原本的套装。那你可以这样套。你可以买两件，会不会不好意思啊？就是如果你不敢穿短版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件正常的。哦，我笑到都。或是这其实就是这是同一个材质的，对对。然后它还有蓝色跟卡其色，蓝色我觉得很可爱，这样。嗯，哎呀，哦，还有这三个颜色，我刚刚就觉得蓝色很蛮好看的，蓝色很可爱。直播擦眼泪，笑到流眼泪。哎、欸，这个这个也可以搭，这个也可以搭的一套。女人都选，这是阿甘配好的、啊。这样，然后这上面是一只很可爱的猫咪嗯，很胖猫，肥猫，这样讲。猫里的，这是猫里画，猫里家的猫。吓死我！我想说，家里没有啊。这样。他家的猫是有点。有人问实体的绿色是什么绿色啊？大概可以形容一下吗？应该是草绿色，草绿色，树树叶的。它没有，就是它没有那么亮。这里啊，它就有点像是青草的感觉。青草。哎，那个刘小姐一直射物线肥大，你干嘛念出来啊？不是，它有点。太夸张，可以吧？刘小姐需要看医生。我想说哪个刘小姐？那个刘小姐没死。刘小姐一直乱入。今天蛮多人。刚刚有配给我穿，但没有露出来。有，刚好穿，可是没有。可是阿甘说这个，露出来的长度是刚刚好，可以露出这只猫。啊、不是，他是说扎进去，就是不会知道吗、哦？他说他扎进去，这个零叫你是一点二小姐吗？零点二小姐，他说是刚会刚刚好露出猫咪。哎、欸，对，他是抹茶，抹茶啊、哦，有人说是抹茶色，对，他是抹茶的，嗯，就是你扎进去，因为他因为我们画好印花之后都要把它对在衣服上面，然后应该是对过之后才把它、嗯、才把它画上来的。有肩线啊，这个是没有肩线的，嗯，穿起来的样子。好，那我换，哎，我跟雅纯不一样，嗯，我现在跟好，我现在跟阿甘穿同样的一套的裤子，那我要先介绍，还是你跟先跟我站出来？站出来，哎，你跟你的指甲油很搭哎，橘系的，我配好了。哇，真的、欸，他的指甲颜色是我的裤子颜色。对啊，你们是一个 team、欸。首先要把它抬下。等一下，我现在跟阿甘穿同一款裤子，但我有点作弊，我先把脚踩下去。对，我就是这么尖长，这么高。我就是这么高。然后穿起来感觉好像就是会就是这样啊，长度其实没有差很多。长度其实就是看你要穿高腰一点或者是低一点都可以。那阿甘他这样半罩就也蛮好看。嗯，然后配衬衫随性一点。衬衫也是这次的吗？衬衫是下周的。下周的很好看、对啊，而且有点挺，所以提前曝光、偷偷曝光。对，白色。那你先讲你穿起来的感觉。这是变好。就是
因为也快要换季了嘛，入秋配色，没错没错，就是像这种棉麻有一点挺度的材质，在换季的时候其实也蛮百搭的。然后像 Peggy 等等，它是示范穿背心的，那我就来搭个长的衬衫的，而且白色感觉就是超好搭配的，它的白是有点，其实也不是米杏白哦，它就是白色哦，它这次是真的就是白 色, 它米黄色的，会透吗？你看我会透吗？你有看到什么吗？没有，没有啦，是没有，有内里是不是？我看一下，有内里，它有内里，有哎、欸，它有内里哦，嗯，然后它这款是没有口袋的，因为通常这种棉麻裤子有口袋，其实这边都会看起来蓬蓬的，但它把口袋取消掉的话，改留后面这边、嗯，对它这边有个很设计还蛮特别，就是。它只有做单边有口袋、嗯、就是给你就是插右手、嗯、像我这种很尴尬的人就可以假装拍到这样子这样他只能拍这一面耶、欸、他另外一边就不能插有怎么样有造型是不是有人左脸比较漂亮包包有在包包卖完包包是正品包包之前卖正完了对因为我觉得包包还蛮好搭包包很可爱对侧背侧背也可以，对吧、啊？哎、欸，真的还蛮好看的、欸很，很包包没有了，悠悠哉哉的。这套我觉得很不错，我也喜欢这一套。而且像现在有没事有事就下大雨，就穿个短裤、哦、穿个短裤配个凉鞋，对啊，上班了，拜拜，方便哎、欸，直接走，而且他腰姐是故意设计，就是我等你开，高腰，就是他这边是算是特别的高腰吧，嗯，就是很宽，宽很高，对。我穿的话，要站在外面啊！对啊，有啊，你还有下一套啊？没有，那你就跟我一起站啊！刚刚有人许愿我穿牛仔那个啊，好，要不然你去穿牛仔，有人要看我穿牛仔吗？阿甘加码，上面有吗？腰头是松紧带啊，全部都是松紧，全围都是松紧带。我穿是有一点点紧，但是松紧带就是还好，因为可能它比较宽吧。所以你穿起来会比较，就是有，就是比较紧一点，有比较收腹，对，比较收腹的感觉，侧面，它是比较收腹的感觉。裤子是什么材质？亚麻，亚麻应该是亚麻，对，比较挺有挺度的吧？有吗？还是没有？比较软，比较软，它蛮舒服的，很软，对，就是算是软，但是没有不会很柔。如果有买宝石扣的话，就会。就是宝石扣它是挺硬，有点挺的，但是这个是软的，所以它是这样软。好，然后没有口袋，就是我想插口袋。牛仔外套是今天的 这礼拜的，嗯，然后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搭，因为里面的这件也是这次的新品，是有点杏色，然后配南瓜色，对，它的有点奶油 cream 的颜色，这样配好像我觉得对很可爱。就是同色系穿搭，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脱外套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件，有，好，我先介绍哪里？这件呢，我现在穿的是，因为它这个杏色其实是有点偏米黄色，对，它是算米黄，它算很蛮奶油的，对，对，就是米黄色，嗯，然后它。这边都有蕾丝，就是另外一拼蕾丝。对，这边是有特别再做一条比较高一点，有点亮。对，有点，这边有再多做一条比较高，所以领口的话比较不会那么低胸了。嗯，真的、哦，有人说他穿宝石上衣出去门都一直被称赞哎。真的吗？真的、哦、应该算很特别，比较特别款的设计，他走比较少的上衣。好，然后我是像是觉得扎进去会有一点蓬啦、啊，就这边会多很多，因为它其实是做抓皱的。胸围的话是有合身的、哦，比较合身一点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没有那么的宽松。那它这边是有开拉链，侧拉链就是穿脱比较容易。那我觉得这件的话其实拉出来也可以，因为我刚扎起来，因为它下面其实是有点做散摆。所以扎进去的话会感觉会挤不挤很多，那拉出来好像也可以，这拉出来好像也可以，对不对？对啊，拉出来也可以啊，就是露出一短裤，或者是你底下搭那个合身的牛仔裤，对，我觉得也可以，合身牛仔裤就也蛮好看，对，
我觉得拉出来跟扎进去差蛮多的，不同、啊、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扎进去会就是会这边会挤很多布的感觉，因为这边有抓皱，那扎出来的话其实也蛮好看的。那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我很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紫色很好看，对，紫色。我想说，我每次好像都穿紫色，就想说，穿米杏色看看，紫色也很好看哦。你真的很适合紫色哎，紫色在你身上就一切很正常，对，很正常。可是我已经，其实我衣架也没那么，衣柜蛮多紫色的，紫色好。而且它这个面料啊是垂坠的，垂坠的感觉，就是没有不会那么容易皱，很舒服。细看我觉得都还蛮有质感的，嗯，算是蛮有质感的。然后是厚度的话，我觉得算是雪纺里面算适中的厚度，就是不会很薄哦，也不会很透。对啊，欸，好像不会透哎、欸，啊，嗯，里面它不会透哦，它里面有内里吗？没有。嗯，没有内里，哎，没有内里也不会透。对啊，因为那我觉得很不错，哎，蛮不错的，蛮厚的吧，算是雪纺里面算厚的厚度。拉出来比较可爱，我也觉得拉出来比较好看。哎，你穿还蛮适合的。丫丫还有吗？没有了吧？没有啊，剩下阿甘，他已经换上便服了。阿甘是最后一套，赶快留言加分享就可以抽我们的细肩带的格纹洋装。好。噔，穿了这个，哎、欸，你穿这颜色很好看，蛮有气质，而且这应该是，对啊，很有气质的颜色，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怕会穿这种颜色，对，其实像这个啊，你如果有的女生会害羞露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穿高，嗯，因为它是松紧带的，所以其实它其实就遮住了，然后侧边有做一个开叉，我也觉得这色很好看，對啊、其实不用怕这个、这种可可色会。不衬肤色，因为其实我们在挑色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去比对嘛。对，突然讲不出来。比对。对啊，所以我们都会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颜色。嗯，度假很适合嘛？我觉得这件也很瘦哎、欸。我觉得这件上班好像也可以穿哎、欸，就是、嗯、这件其实度假穿什么其实都可以啦，你就不要穿。上班衬衫之类的，觉得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件穿去上班应该也还可以吧。嗯嗯。然后它腰部是做松紧带的、嗯，然后大家可以稍微调一下这边的那个。哎、嗯欸，你很白、欸。它那个皱褶，反正在直播上看还蛮白的。它很白哎、欸，而且看起来就会比较顺一点点。嗯嗯。你再站远，你再转一圈给大家看。转对。可以穿特别一点，因为黑白的商品太常穿了。嗯嗯。然后像上衣，因为它是做短版，所以可以配前面一些 PS 的牛仔裤，也很好看。哎、欸，你今天好评，热烈好评哎、欸，直播热烈，大家都说喜欢看阿甘的直播。然后他一直说大家是想笑他而已。是啊，因为大家是想取笑我。然后就故意一直称赞我，然后下次都在看我的笑话。很显腰身，对，对，它这一款有牛腰部有特别做合身，哇，白耶、欸！你都不穿比基尼的，我跟你讲，他就是买很贵的比基尼，然后外面穿潜水衣，你干嘛讲出来、啊？就全部遮住。这个穿比基尼就是这种下身啊，上身搭配也很好看哎、欸，哦，就整个露穿，不然就自己剪领口吧，剪宽一点，不错哦，很好看，新的穿法，嗯，好。阿甘以后要常直播，谢谢大家。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你自己讲。那就差不多了。大家直播留言加分享就可以抽两位，抽两位细肩带格纹洋装是我们的 top one。没错。然后等一下晚上7:30。对。7:30。Yes。可以，大家可以锁定 FB。FB 的直播，就是明天会有上架的新品的直播。嗯，两个字，两个字都一样。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都一样。还有中国虾。对。我不看。对。怎么样？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喽。OK， 拜拜。拜拜。